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家投稿，这个玩家叫做熊娃子，对吧？然后他用的是全种新春全种要兑换的这个万花筒传感器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笔记本那个录这个是吧？然后录屏的时候解说，但是会有那个渣渣的声音，是吧？以前是用那个台式机啊，但是因为现在在回老家过年，所以说没办法，可能要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渣渣声音啊。那我们今天直接跳过这个渣渣声音吧，就不解说了，因为个人觉得这个渣渣声音听起来确实有点是吧，很烦躁。我们就直接看它的操作吧。我还是研究这个怎么解决噪音的问题啊，就是渣渣滋滋的声音。